这是马来西亚第一座主题乐园 Mima Land。 曾经这里欢笑声此起彼落，然而随着一宗新加坡游客的溺毙案，它从此荒废。冇感应到系咪？因为头先我睇到有飞头喺度啊。不是荒废好吗？是荒废好吧，所以我们就要来拍啊。Mima Land 这里呢，它是属于森林的状态好吧。现在其实我昨天是有来过啊，只是我们是要来找路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那个对策来进去 Mima Land 里面。当年 Mima Land 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是全马来西亚最出名的主题乐园来的，就因为在1980多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土崩意外，造成了一个新加坡游客在那一边被活埋，所以呢就荒废到至今了。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个路哦，其实我们在走的是山路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路是这样子的，已经会坏到完了了。我放在外面。这里呢就是米马嘞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狗可以带路啊，因为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在我们找的第一条线索呢，就是从后面这一条路去。我们从后面这一条路去 get see， 看这一些会不会带我们去啊？我觉得这次我们很幸运啊，是这一次啦，我们还有狗带路。真的是狗带路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完全都是那种丛林的状态哦。所以呢，这里呢唯一一条路可以去到传说中 Mima Land 的 Gate C， 不过我们也是要很小心啊，怕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在这里啊。看那蚂蚁这样大只，哇，你那个是繁衍 N 来的是吧？不认 N 啊？好像是来了。你可以看到这里完全都是真的荒废啊，森林啊那一种。哎，这里又有一条路。这不可能是，不可能走这边啊！Mima Land在那边吗？哎呀，穿过了这木头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啊！现在，走啊你有这样，走这边了，走这边了，明显啊，这地方都是大路来的。不行，我们走回去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到那个洞在那边了，所以我们直接从那个洞里面进去看可以吗？诶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有发现到有一条路可能会通去 Mima Land。 我也是觉得会通去 Mima Land 啊，因为刚刚那一些狗是这样子带我们的啦，好像是好啊，有一根木头挡在那边呢，我觉得是哦，我觉得是哦。哎，我觉得是下面的。这东西刚刚我们都有看到啊。对啊。走啊，你有这样，走这边。妈蛋！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也不可以相信动物的话。不过我们刚刚是有看到有一条路啦，是有一个洞在那边的，所以我们尝试从那一边进去看可不可以进去到 Mima Land 里面。这边有一些洋灰的那个建筑遗迹，然后下面我也听到那个山泉水的声音，可能 Mima Land 就是在下面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洞那里，啊，我们要很小心啊，看可不可以进到。欸，真的有一条路诶，这真的没有骗了，这真的有一条路。这八嘎在这里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那边了，在那边。这里就是大门。哟，
它真的有一个洞了。OK，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洞了，在这里。不过还有八嘎啦，不过我们是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去，也就是钻进去，所以要很小心。它的那个木已经很摇了。进来进来，哎 ，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它的那个 bus stop 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要从这里这样子过去。看来是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打理了，草升到很高、哦，要小心啊。哦，我们终于进来了。哇，终于进到了，终于进到了。看刚刚那个锁住的门是在这里了。看来说这里曾经有人生活啊，那些的。可能这边曾经有人住过还是什么。所以现在我们是按照咪妈链当年的这个地图咧来去走整间咪妈链。第一次啊，我们在这个森林这样子的地方来做这个探险之旅啊，真的是第一次。这应该是当年那个建筑物的一部分，精彩哦。所以真的变森林要玩了。这是布朗尼，路人呢？大门不可能开好吗？这是他的那个帐幕。这现在我们可以刚抓到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没有进去里面。我们觉得我们也是要进去找一个 dinosaur 啦。我们也是被赶出去了。我们也是被赶出去了。对啊，我们出来了。就现在这边呢，就是那一个可能会通往恐龙遗迹的路，我们就慢慢找哦，可能是一条很漫长的路程啊。这两个不争气耶，这真的根本都不是都市传说，这明明就是爬山记啊，这些。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找不到那个恐龙。当我开那个 GPS 的时候啊，我还发现到我们已经走偏了，然后根本没有那一个路可以进去到恐龙的那一个部分那一边。不过在我们下山的时候啊，文景就有一点觉得晕晕啊，你们可以看到他现在都觉得有一点晕晕，还要我的朋友来扶，看到吗？他都已经没有力了。OK 吗 ？OK 吗？所以这一次迷漫 land 的都市传说影片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五个结论。左边那一条 get see 的路哦，是根本不存在的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洞哦，其实啊，它不是门来的，它是八嘎来的。如果再走下去的话，是真的会掉下去悬崖死掉。在大门旁边的右边呢，它是有一个洞在那一边的，所以你们可以从那一点进去。你进去了过后，可能会被赶出来，因为刚刚我们就是被赶出来的。通往恐龙那一边的以前的那一条旧路已经被封了，所以你们根本就不用去了。你的都市传说好像变成爬山之旅，真的是爬山之旅哦。